由全明星阵容出演的电视剧《金钟岳飞》自从在四大卫视开播以来，凭借精良制作和养眼阵容收获不少好评。香港影星罗嘉良演活秦桧为该剧加分不少，他将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演绎得十分传神到位，让人恨得咬牙切齿。事业上迎来第二春的罗嘉良生活中也幸福美满。今年4月18日下午，罗嘉良的妻子苏妍在香港剖腹产下一女，重6斤6两，英文名叫 Cilla。 近日罗嘉良与妻子苏妍在京为女儿 Cilla 庆百天，王学圻等众星也亮相庆贺。罗嘉良一家三口甜蜜亮相，幸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，初为人母的苏妍更是一度感动落泪，场面温馨动人。刚满百天的 Cilla 身穿白色公主裙，自然成为全场焦点，一双大眼睛与爸爸十分相像。自从有了女儿后，罗嘉良有女万事足，经常在微博晒出女儿的萌照，在父亲节当天更是在微博高呼满足，再次当父亲感慨无限。如果说十多年前儿子的出生让我变得厚重，现在有了女儿，我可以用满足来形容自己的人生。养育的过程虽然辛苦累心累神，然而我依然要感谢他们，更是他们带给了我无限的快乐和向往。永远爱你们，晨晨 Cilla。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